Hello， 家人们，娇娇又来教大家盘发了。今天教大家七齿梳的一个正确用法。首先，咱们先扎一个低马尾，在马尾中间的位置，咱们掏一个缝，然后在发尾根部，咱们来个小洞洞，把这个头发从上往下全部的掏出来。掏出来之后啊，咱们把下面的头发整理一下，拉拉紧。下面的头发直接在发尾根部的位置，用一个小皮套固定。固定好了之后呢，咱们直接把下面的头发来一个小窝窝，然后向上这样一扣，扣到上面之后，咱们用一个漂亮的七齿茶梳直接插在头发里面就可以了。家人们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显气质呢？这个小发型啊，无论是你穿旗袍或者穿裙子都可以戴的。喜欢的宝贝记着关注娇娇，每天给大家更新好看的作品和好看的头饰哦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